记者吴孟伦台北报道。女星 Hebe 田馥甄近年来越来越开放，几乎成为新一代梗后。最近她迷上土味情话，三不五时就要聊一下身旁的人。她被拍到在路上对粉丝大喊，你们不要再害我了，让气氛瞬间冻结。但下一秒她的反应却让粉丝大暴动。田馥甄虽身为天后，但私底下平易近人，时常与粉丝打成一片。今22日微博上疯传一段影片，只见他在路上走住，身边一如既往围绕住许多拿住手机拍照的粉丝。突然他停下脚步大喊，你们不要再害我了。原本吵杂的现场瞬间安静，大家都有点不知所措。田馥甄接住说，你们会害我越来越喜欢你们。说完还不好意思的扭动身体，可爱反应惹得在场粉丝大尖叫。其他人看了也笑说，我怎么会有这么聊的偶像，这不是田馥甄，是田馥甲吧。田馥甄是许多人的女神。翻摄自田馥甄微博，田馥甄忽然大喊吓坏粉丝。翻摄自田馥甄微博，田馥甄饶完粉丝自己笑到不行。翻摄自田馥甄微博，